5个10亿，所以我还是希望把这个值记得吗？改成这个千分位符号，然后我希望它呈现1位小数位。值，你要先点值，在这里。不是你一定卡片没点，卡片点到了，然后再点值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小数位移位，因为你显示那个50亿，我觉得最好，因为这个单位太大了，最好是选用科学符号表示吧。科学符号就是一定有1位小数位。好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刚刚是3.0，是这边是4.9，所以其实差了这么多年来，就是粗糙1.9，粗糙是19亿就对了，就是这么多年来去做比较，好了，那。我们接下来这张表，本来你看是不是在做的是这个，轴是出口日期二才对，不是进口日期，所以请把这一张图哦，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一张图了，所以请把这个进口日期啊先关掉。然后再把出口日期打勾，那你会说，哎，这边是不是产生了错误？是因为这一个图例，这个图例是刚刚进口里面的，还有值也是进口里面的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这个值也请关掉，这个值关掉之后，请勾这个值。出口的值，那这个图例也请关掉。图例关掉之后，你的图就出现了。可是你是不是也是要放出口的那个疫情分期？所以麻烦请这边，请问一下哦，不同资料表可不可以用相同的名称？可以，可以，像例如说这里有日月，还有值，对不对？出口里面有值，有日，有月，有民国年，进口通通都有。好，因为我的那个工具写的是一致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麻烦请选到它，请选到它。对，因为我现在等于说，我想要复制给那个出口那边，也要有一个疫情分期，可以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我当然就不要重打，没必要，相同的内容重新打一次没有必要，所以我就直接复制，先全选复制。全选之后，常用底下的复制。好了，那接下来请在这里面，请在出口这里面，滑鼠右键，新增资料行，然后直接贴上，而且是不用改任何一个字。贴上，复制就选取起来啊。对啊，就是这边你选到了嘛，然后整个复制起来，你会不会全选，包含那个？全选啊，变蓝色。对，全部选到复制，
复制就 Ctrl 加 C 啊，或者是常用。右键复制。右键。复制完后，然后贴到出口。对。出口的增加一个资料行。滑鼠右键哦，新增资料行。然后只是把这个这边不是进口的进口日期，是出口的出口日期，可以吗？看你们是要打字法还是我个人是不喜欢打字法吧，我是选到它之后用一撇然后去改选。对。那它那个灰色的字呢也是一样。灰色，对就是、灰色，没有啊，你赶快改啊，你就把进改成出就好了。如果说你要用打字法，我是不喜欢用打字法嘛，我是用那个就是选择的方式，选择就是选到它，选到这些，选到这些，然后因为它是进口日期嘛。所以我用一撇来去找出口里面的出口日期。你看我现在不用打字，我就做好了，直接按 Enter。然后再把这个做好的 COVID-19 疫情直接拖移到图例里面。就做完了。反正如果你真的不会用，你就把进这个字改成出就好了。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可是在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你，就是说不同资料表可以有相同名称的栏位。好，那请问这张你已经会改了，而且改完了。所以其实从这一张里面，我还想要再继续延伸去讲这一张。这一张。好，那这一张是不是在画的是进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去看出口是不是也会有类似进口的，就是疫情，全球疫情期间，它后面嘛，它是整个突然增高上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这边，怎么做到这件事？首先，这个轴不可以放进口日期，所以我们是把这个进口日期2拿掉，请勾出口日期2。那这里的图例虽然看到是 COVID-19 疫情，可是它是进口，有看到吗？你看游标移过去，它会告诉你说这是进口的 COVID-19 疫情，所以要把它给拿掉，然后勾选进口。出口的 COVID-19 疫情。那值呢？值有看到吗？这个值是进口值的总和，所以请把它拿掉。然后请勾什么？这个。别急。你现在看到是假象。你现在看到的是假象，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20就是疫情期间2020在这里2021在这里就是1到4月在这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然后5月到10月在这里听得懂吗？好，因为我这边还没有控制，这边还必须要点两下，所以别急，你看哦，这边点一下，
再点一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做筛选？筛选，我们这里面我们的这个筛选的年，我们要拿掉，只可以是2018以后的，所以这边进阶请选大于。2018，然后套用筛选就好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出口呈现的情形。可是其实还是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。这个时间才5个月，这是5到10月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哦，6个月。可是这前面是2020年，2020年它有一月，有2020年的1月到4月，也有2021年的1月到4月。所以，如果要做这件事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不太公平，不太公平。这边是有2个月，等一下，我看我当时这边怎么解决的。进口，对不起了，那个，哎，这边不应该是这样呈现，这边应该是用累积上去的。好，所以请先。请先就是先回复到最原始的，然后这里面的年清除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应该画的是这一个才对的，这个连续的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。这个用第四个符号。第四个，它是一个连续的，这才是我们正确的出口。要用第四个哦，连续的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从这个点开始？